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？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我是足欢喜的啦，欢喜，实在吼，佫足歹讲的啦。我对我好啊，啊你即摆咧讲啥真歹讲。哎，无啦，阿姐无啦，我这个村的吼，意思是讲吼，哎，罗顺会看你安尼找建华找甲遐艰苦对无吼？啊，罗顺会再欢喜袂？伊是讲真歹讲安尼啦，我来讲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阿姐无，阿姐无。这人哦，主要是身体哦，勇行对哦，勇行要到地哦，要做啥物工作都有法度啦。啊，你若像安尼哦，人哦，你哦艰苦落去哦，好人拢互你找着哦，都无路用啦，对无？出来啦，我来讲对不对？对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讲吼，还是身体较重要啦。嘿啦，嘿啦。哎呀，我也知影啦，春啊。啊，但我即马唔是安尼身体勇勇，啊，加练起来吼，就得人家跟建华人啊吼。倒转来去湄洲哦，啊，看伊那个秀文，安尼母仔囝会得人关，嗯，真是足欢喜啦，足欢喜啦。哎，春兰啊，啊，即摆是几点啊？即摆，一点啊啦。我一点嘛恁见我呀，佮等下袂来，唔知发生甚物代志啊袂哦？春兰啊，我想哦，你着紧去甲看一下才好哦。嗯，二弟，妈，无安尼啦，你先到遮歇睏，啊，阮出来找就好，吼。恁出来找。来来来来，系啊，啊，你到遮歇睏，到遮歇睏。好，阿妈，咱出来，咱出来。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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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出来。要安怎才好？病医开刀的钱，我搁袂用的无缴，这么济钱，我唔知要安怎才好。阿达达，你即声哦，阿达达好啊啦，我哦，当时哦，甲恁讲，恁都无爱听哦。讲迄招都袂用接，恁就无爱信啦。啊，今仔即马看要安怎就好啦。好啊，好啊啦，猪哥哥啊，你无看即马大家咧烦到要死的哟，你今仔细细念咧念袂停，大家咧就拢是为了阿撇步较好个啦。这，看过你目睭金金，啊，干嘛看阿撇步啊，多多文成样咧哟？安尼做是应该哟。但是哦，我就认为讲用安尼骗阿撇步啊，
是不应该啦。为阿伯跋做，你应该啦。不应该啦。你讲为阿伯跋做，你应该，你听我。不应该啦。应该啦。卖得吵啦，好不？咱今日要紧想办法，唔才对，对不？你吵啥话啦？哎，是讲奇怪哩，啊这一栋哦，是哪到即摆我未来啊？哼，我咧想哦，伊都已经趁饱啦，未来啊啦。我想应该是袂安尼啦，伊毋是迄种人。毋是迄种人，孙楠啊，这真歹讲啦。你无听人讲一句话，讲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啦。话好话皮，咱话骨。我讲了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吼！你讲啊上对。这个孙诶，啊，这两字你知影啥无？爱饿啦！啊！你，林先生啊，你来啊！啊，你也到即马来，我嘛为着你来争偌条金呢，害阮计是你发生啥物代志？哦，你这么意思啊？本来讲我坐九点诶到位呢，即马几点啊？你知无？点半啦！有人演员带你安尼做去哦，哦无，你想讲你这款演员哦，迄是拄啊伫大陆遮哦，即若伫台湾哦，尤其是伫彭姐做戏哦，带你这款角色早就甲你换掉啊啦，想要佫加钱。是嘞啦，啊我着去外口拄啊才演煞，即摆才赶来，啊等小我甲恁耽误着啦，真歹势啦，真歹势啦。哎，莫安尼讲啊济啊好无？紧嘞啦，阿伯即摆急啊，你紧去好无？是啦，紧入去啦。不过。有淡薄仔代志啦，你除非哦，讲你爱答应我啦。你啥物代志啊？无，你紧讲啊。这你无答应我哦，我绝对袂讲的啦。你是讲钱的代志是？你免烦恼啦，来，这两千三给你，啊，你紧去看我妈妈。这两千三哪有够啦？啊，无够啦。这呀，两千三阁无够。孙楠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喂，你卡差不多嘞嘞，两千三嘞，啊你意思，唔得要搁加钱的款嘞？你已经加三百啊嘞，哈，较有良心嘞啦。有啊，无要紧啦，要加就加啦。来，我搁加一包给你，啊你紧入看妈，吼，拜托你吼，紧入。无够，我爱加。笑嘞啊！哦，吼，你有够超过两千三，剩下来加一百给你，安尼已经两千四啊呢，啊你要搁加三百？哦，我毋捌看你这款人，啊你意思你毋爱两千七啊？啊？啊？两千七？哈？哦，啊你是讲真啊讲假啊？哈？唔对啦，我是讲两千三。搁加三千啦！啊啊！你妈逼啊！哦，两千三，你搁加三千，安尼总共加起来就五千三咯。吼吼！大陆今仔一个所在看看，我咧上扬。对我，喂，少林寺无跌出来，看你个。我知。哎，哦，你这人够无良心，看招。无啊。呀，一寸难寸，太重高。哎，唔当安尼啦，无浪者，有啥物代志嘛？来讲，哥哥啊，啥代志嘛？唔通啊，冲动。啊，这家在阮村内来讲啊呢，啊若无这些道理，是不是？医生哦，我是有我的苦衷啦。好啦，啥物苦衷？莫搁他妈演戏给阮看啦！我坦白甲你讲啊，这种钱哦，阮摕袂出来啦。哼，哥哥啊，你唔该冷静。村内啦。这是要怎搁冷静啊？你甲看卖啊嘞，这当作咱卖书摇钱树，迄落金仔山啊，硬要甲咱滚落去啊！哈，哦，安尼足无意思个呢哈！一摆来要加一百块，一声一开要加三千，吼！莫讲阿伯伯倒落去啦，到时阵哦，阮四个偏落去，比阿伯伯较吃力啦。哼，你呾是不是当安尼参详一下好无啊？讲演这款艰苦戏，我也无啥爱演啦，所以我看准拄好啦。啊好啦，我袂甲你相信人啦。孙楠啊，阿建华是来啊未？哦，是来啊，是来。好啊好啊，孙楠啊，唔免搁甲动啊啦。这款人你对伊安尼哦，伊愈看你哦，过过啦，食你够够啦。哼。
为着我妈妈吼，我钱嘛是爱给伊照安尼做啦。这，我讲啊，啊，你有钱无？钱哦，3000块借我啦。吃。哦，多个3000啊！国公，多谢吼，多谢。你，阿你则对，阿若讲即摆演戏哦，我会演甲足好足好个啦，亲像我即款超级演员，绝对无问题啦。你等下，5300哦，拜托个哈，莫亲像顶两届啊，爱着搁点目药水。你迄款演技哦，真正咧，我看了会惊哟。迄时好在阿伯伯啊，拄好咧思念建华咧，啊，若无绝对浪费啊。拜托，5300，免点目药水，做阿伯真诶，好壮安尼哭出来，目屎流落。拜托个，好无？对啦，点阿伯真诶，阿伯真诶啦。没啦，无问题，你放心，紧诶啦，5300啦，紧诶啦，我生。这钱摕去柜台交伊哦。一桶，来，这衫我买，设备袂歹。以前我无钱也无法度买给你啊，啊，即摆咱都有钱啊，所以讲你若有需要啥物，我都有材料买给你啦，吼。哎，对啦，咱遐厝边迄个阿青阿嫂啊，有订一只鸡卵啊，要给你食。较等下，伊就摕来啊！一桐啊，亏得阿英借侪钱，你哪有遐尼侪钱啊？我毋是有讲过啊，有人请我做男主角啊，啊有一个这边足好个呢，伊讲吼，啊你若需要用钱吼，你先领啦，对这钱个方面你做你免烦恼，只要你个身体来当赶紧恢复健康，我上欢喜，啊！咱阿伯若有钱吼，啊，你就当过着快乐的日子，哈。你是不是应该加一点啊？无法度啦，一定爱5300啦。拜托呀，阮这边连分量钱个拢付袂出呢。啊，你的意思，莫讲叫我爱同情你呢？啊，若我的立场都唔知，啥物人要同情我啦？同情你？你是不是厝里发生啥物代志是？这我家己的代志啊，我家己会处理啦。既然你安尼讲，我不便搁爱问落去。是讲，我嘛是要拜托你，你是不是用一工费用一千2000块？这也法多。拜托好无？春兰啦，春兰啦，免甲拜托啦，免甲拜托啦，免烦恼。到这来吼，一支36D啊，这支上爱无吼，还佫有5300以上啦，所以讲吼，用一支来滴啊，收啦。是个，不用的，啊，我免收起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咱是共种的哟。再讲，咱是好朋友嘛，好朋友，但是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，大家互相斗相共。佮再讲哦，阿伯伯的代志，等于我苦难的代志，共我啦，无问题。是个，一支会使啦吼。有记得5300啦吼。只有记得5300以上。有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无我先入来表演，啊，表演好出来，我再来提。先夹你吼。讲好势啊，较认真诶，较逼真诶，好啦，无问题啦。妈，阿爸伊，玉文啊，啊你想要讲啥？恁爸爸咧？阿爸伊，你阿爸安怎？妈，不是啦，阿爸伊，伊是安怎？有文你紧讲啊！阿爸伊利用演戏去骗人的钱啦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呢。你真正做这种代志，奶奶讲。伊讲有人要请伊做男主角，都是咧骗人。陈志平给阮的钱，都是伊去甲阮骗来。我不会相信，我不会相信，我会找伊妈。
啥物代志？啊？你都，你到底啥物代志啦？你都，你哪会当做迄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？是，你是为着阮母仔囝两个，啊，不过你叫我以后要安怎做人？我对你足失望的。阿爸，你哪会安尼甲人骗啊？我感觉安尼做实在真无好。迄个小姐为着伊妈妈，遐尼啊烦恼。阿爸，你以前毋是甲我讲过，做人袂用安尼，为什么你阁要安尼做啦？阿爸的代志你免管啦，你家己顾好就好啦。阿爸，虽然咱即仔是真需要钱。不过，你莫袂用安尼啊！好，你莫阁讲。阿爸代志你莫管遐济，我家己会晓处理。你甲妈妈别顾好较要紧，我要出来。阿爸，你都，你都妈，你都，妈，你都，来是来他家，妈，来是来他家，妈，来是来他家。啦，明仔载就一礼拜啊呢，阿皮婆啊吼，要招迄个建华吼，倒去美洲。你看要安怎啦？我嘛唔知要安怎，我即摆足惊我妈妈后摆若知影真相吼，到时阵哦。到时阵，春兰啊，当时我甲恁讲哦，恁大家都拢无爱听啦，啊，我无甲恁讲，唔通安尼甲骗。你甲看即个，一工伊若要甲咱起钱，明仔载若要搁起钱，一工起过一工啦。啊！到即摆吼，啥物讲换一只马五千三，吼吼！你甲听看卖啊嘞，迄后我倒伊讲较粗嘞哦，你甲看卖啊嘞，连可乐个迄上介意、迄贵重个物件买来，都已经摕去转啊啦！你甲看卖啊，一寡钱拢开了了安尼，时间我看咱即阵哦，连要转台湾个钱都无啊啦，看看要安怎就好啦。哎呀，我知影啦，不过。我也无法度阻止讲叫莫揢钱啊！这对啦，顶几工我有敲电话转去吼，啊有听村长咧讲，咱村有一个叫啥物柯文良啦，要来代表探亲啦。啊，我是麻烦村长讲揢一寡钱寄伊啦。伊甲我约下昼三点要住大门口见面，无可能，你即摆甲我来去。吓死了！伊揢钱来啊！呼！加菜加菜，呼！你话啊，老母真正食咱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！加菜加菜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，紧。紧嘞啦！带小妹来，带我来接啦！紧嘞啦！算啦，建华是又来啦。你是？是摕钱要来还你的啦！摕钱要还我？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你什么时阵甲我借钱？我乃唔知影。不是啦，我是摕钱替我爸爸来还恁的啦。替恁爸爸要来还我？啊，恁爸爸是啥？什么人？阿婆，你听我的，阮爸爸。我，你安尼是咧创个？起来啦！伊不是故意，你听我的。起来，再来讲，起来，再来讲，好，起来，再来讲。无你是讲啊？阮爸爸伊毋是恁要找的建华啦。恁爸爸毋是讲找的建华，你是讲倒一个建华？逐天来看你迄个人，伊就是阮爸爸。逐天来看我迄个，就是恁爸爸。其实，伊叫做林立东。林立东。真心付出有偌大？阿婆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爱原谅阮爸爸。阮爸爸，我是为了阮妈妈，才来做这种代志。阮爸爸，为着要让阮过较好的日子。逐天打拼去
做苦工，伊嘛做过临时演员，照过狗仔，阮妈妈破病，病啊足严重啊，搁爱开刀，需要足侪钱，所以阮爸爸才会来骗你，去振作。你要找的建华，啊你你敢是迄个？你讲句话，伊那拄个水溪伯啊哈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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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能接啊！是啊是啊！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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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用接啊？是啊，足歹势。袂啦，袂啦，讲安尼，啊，我都吼，钱摕来给伊了后吼，啊，团长交代代志甲办好，我赶快会使去啊。你这是钱啊，你说你紧摕去吼，紧摕去。多谢多谢。袂啦袂啦，有影吼，啊，团长吼有交代我啦，伊讲听讲恁要去洛阳啦，啊，讲吼恁若方便吼，转身煞去看因咧外公的查某囝，叫做阿秀啊啦，啊，就讲伫咧洛阳的关林咧，哦，有住宿呢，伫遮伫遮伫遮。你个洛阳官人啦，好好好，你当甲村长讲，伊交代我的代志吼，我一定照办。还佫有啦，你甲伊讲，阮一家大人拢真好，啊，厝内底的代志哦，才麻烦甲伊照顾一下。好好好，无问题，我一定甲讲。不了解，啊，你是讲阮洛阳遐官人遐吼？哦，阿伯关公庙遐，至少要加一个所在人佚佗啊。